财运不错的一天，但可能为了展示自己的领导力或威严而花钱请大家吃饭。婚姻中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困扰，导致你很有挫败感。月亮进入母羊座，并三分土星与海王星形成30度的相位，严谨认真的人生态度有助于我们成就更好的自己，并让自己更具有竞争力。但可能对艺术无法理解，也被梦想不停地干扰着。水星与冥王星紧密合相，并四分天王星，沟通谈判需要小心，避免突然的断裂，同时交通方面也要小心一些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